开车回家过年，看看我到哪里了。王温暖龙富产品门口挂了好多腊肉香肠，其实我是昨天晚上到的，昨天晚上没来得及拍哈，因为昨天晚上他已经休息了。王总又买猪肉呢？哦，今天搞多少猪肉啊？今天就两个猪。今天就两个猪？你是每天两三头猪啊？王总家大业大呀。看看我们的猪肉全是新鲜的。这是现杀的吗？对，现杀的。是在剔骨头。这个肉是干嘛的？这腿肉啊。肉做香肠。哦，腿肉可以做腊肉，可以做香肠。我们王总最近喜提了新车一枚啊。我跟你讲好奇怪哦，我昨天明明锁车了，啊，现在看到钥匙没有在我身上。钥匙没在你身上？你昨天晚上不也开开了吗？昨天晚上开开之后就锁上了呀。看看我们王总喜提的新车，哇，这个感觉比我那个高档太多。这是屏幕吗？这是，对，不是屏幕那么长。对 ，LED 的两个。哎呀，这个内饰挺不错的，这个音响效果怎么样？还可以啊，不错。手动挡、自动挡？自动挡，三点档的。后面这个座椅也是可以放下来的，但是王总睡着好像短了哈。王总长得高吗？你跟我换一个吧，我那个你绝对睡得下。行，你那个我开开。我那个你绝对睡得下。老王现在要体验一下我的桑塔纳。松手刹，手刹在这里。我知道松手刹，我现在是空档吗？现在？现在空档。算推一档。踩着离合推一档。踩着离合踩着了，然后是。我把雨刮器。你会开不？应该行吧。应该行吧。这个机械原理不都一样的吗？老王现在要开我的桑塔纳出去兜一圈，你油门使劲踩，油门不要怕。我哪有踩油门，我一直踩刹车上面的。不是，往下是二档。哦妈耶！大姐，你好像挂到空档了。是吗？对。这玩意儿不显档位。不是，你踩离合挂档啊？我踩着离合了。但你档挂上了吗？好像没挂上哎。不是，你会挂档吗？这个、你先挂一档，你挂到一档上去。现在是 B 档吗？一档直接往下拉。往下拉。对，这不是二档。二档了吗？对。刚刚是，这哪二档？这空档。一档直接往下拉。我是指先空档，这一档。嗯。对。要是下坡，所以感受不到。哎呦。哎呦喂。这个你觉得挂上档吗？我觉得没挂上。那你可能没挂上吧。哎，这方向盘握着还挺舒服的。不，你们怎么这么喜欢这仰着开车呀？哎呦喂！你看这仰着好难受哦。大姐，挂三档。挂三档上，哦，三档在哪里？这里啊。直推。推了。挂上了没？嗯，挂上了。挂空档踩刹车。踩了。对，完了之后起步的时候再挂一档。哦，停车的时候挂空档啊。对。啊，前面有个车。你不然的话，你要一直把离合踩着，不然它就熄火了。我知道，我一踩离合的呀，这个它会熄火，我懂的。体验感怎么样？等一下，起步你挂到三档的，大姐挂一档吗？对，现在挂到一档。咦呦喂，咦呦喂，你挂到三档，姐姐三档往上推。对，斜上，这里是一二三四五六五到档。咦，看没有熄火，有火。我们王总开我车兜了一圈，感觉怎么样啊？还不错。啊？就是我熄火了好几次，但是还行啊。啊。好起来就 OK 了，来准备吃饭了。好，我们来尝一下温暖的腊肉香肠。哇，腊肉！尝一口温暖的腊肉哈。还有。嗯，挺香的哈。铁江的，感谢王总款待呀、啊！看这盘香肠都被我吃完了，然后这里还有广味的香肠，这个腊排骨特别好吃。来采访一下我们的王总，年后啥计划呀？年后我这马上要走了，我这香肠发作了，最后一批就要走了，大概是20多号吧，快递停之前。20多号你就去海南？对，去海南。我再不去海南，我都快吃成猪了。我的体重，我跟你讲。来采访一下，我跟你说，其实，在六月份、六七月份的时候，我就预测过，
你看吧，就算减20斤，到春节绝对胖回来。果不其然，减了20斤，胖了25斤，永远在减肥，一直在减肥，然后就是越减越肥。然后呢，去海南待多久？明年还徒步吗？明年看情况吧，我是计划说在海南待个2个多月，学冲浪，然后剪纸嘛，剪完纸，我其实还想把那个我那个车不是停到那个109国道上面嘛，在燕石坪上面，我想把它拉到格尔木去，500公里，要走的话走1.5个月，有可能会去，有可能不去。那明年还去哪儿呢？明年去新疆。然后呢？啥时候出国呢？出国肯定是没有时间，因为疫情不稳定，谁敢出国瞎跑呀？安全最重要。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海南先待2个月，然后我要去趟上海，把我眼睛做修复一下。如果说可能的话，时间充足的话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月底1月底到海南，然后待到4月份，然后回来之后就去。如果说要去格尔木那边拉车1个半月，就到5月底5月左右6月的样子，然后回来骑摩托车带上我狗子去新疆那边去溜达一圈，回来之后10月份了。行，年后海南等我。海南等你。哎呀，看一下这个，猪猪的鼻子，猪猪的头，猪猪的耳朵特别好吃。要过年了，你不给我整点年货啊？嗯，你要拿点啥吗？你看吧。那随便拿点吧，拿个猪头，拿个猪腿，拿点排骨，再拿点香肠就行了。好，没问题啊。今天早上刚在他们这边的镇子上面做了核酸，但是这边镇子啊做不了，就是他取样，但是呢检测他要到市里边检测，然后说明天才出核酸报告。现在我老家那边好像是没有核酸，进不了城吧，好像应该是。然后就是特殊时期嘛，咱们肯定要遵守当地的这种防疫政策。然后我就打算等今天就先到广元吧。先到广元，因为广元那边离我家就特别近了，然后明天早上核酸结果就能出了，出来之后我再从广元开车回去，可能广元回去开车2个多小时，2-3个小时吧。今天要走啊？今天走。多玩2天呢。不然的话明天我又得赶路。那你明天